长月，你给怡轩准备的贺礼呢？这儿呢。相思玉串，长月，我好生欢喜。逸轩，我其实……既如此，我与大家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。逸轩和长月感情深厚，不如今日就将他们二人的婚事给定下来，如何？太好了，这真是喜上加喜呢！我胡祖终于要办喜事了。我早就说，怡轩小姐和殿下这是金童玉女，天生一对。干嘛耍王冠啊？我衣服脏，去换一件。换什么衣服？我之前也没见你那么讲究。